是由我们网红作家亮灯改编的，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节目，大家笑一笑吧。趣味诗朗诵，名人家的月饼送个过位过中秋。吃月饼，八月十五，月儿明，家家户户吃月饼，芝麻豆沙，莲蓉馅儿，名家口味各不同。不信，请看名人家的月饼。老马馅儿呗，有什么馅儿？老马馅儿，这名人了。这是徐志摩家的月饼，再别月饼，悄悄的，我拿了一块月饼，然后又悄悄的离去。我嘴巴不留下一丝痕迹。李白家的月饼，月饼丝，床前一书光，疑是月饼香。举头往前看，原来水滴汪。好，好，毛主席家的月饼。老知青题照，英姿飒爽，老知青，曙光初照演播厅，中华儿女居海外，不爱披扎，爱月饼。这是杜甫家的月饼，赠月饼，温城月饼最传情，半是豆沙，半莲蓉，此饼只因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海子家的月饼，面朝大海，花好月圆，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，劈柴喂马吃月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。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还有一块月饼，酥软香甜，花好月圆。好，哎呦，这是毛主席家的月饼，又是毛主席家的，又是毛主席家的。红叶送秋归，红叶迎秋到，已是中秋迎佳节，就是月饼俏。俏也不争锋，自把佳节报。待到月饼全进度，他在偷偷笑。哇，还有月饼，谁家的月饼呢？这是琼瑶家的月饼。哦，我有一块月饼，不知与谁能共餐。多少欢乐在心中，欲诉谁都能懂。窗外秋高气爽，窗内歌舞升平，几多好友寄衷情，胜作